好，哦，你好快哦，你比快侠还厉害。快侠知道是谁吗？动物方程式里面，哎，这样你后面的同学，哎呀，怎么可以？他们都好客气，有没有？那你有空就多拍哈、哦，你就多拍几张没关系，反正多拍的可以。但是有一个你们都要注意一下，他们都有一个问题，屁股面对什么镜头，对不对？要这样面带微笑，哎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才看得到你是谁哈。来，继续，给你。哎，你想要画什么都可以。哎，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，擦掉也是一种动画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觉得前面画的不好，我把它稍微擦一下是可以的。好、哦，记得面带微笑，看哪边。哎，后面要自动接上，对，你就直接来排队就好了哈、哦。请先上来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花太多时间。给你，你要画什么要写字也可以，我改过不要为勇气啊。给你，快点。好，那不然再换后面的同学来，赶快接力，真的，赶快啦，不要客气，我们玩玩看，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的感觉。快，后面再来，后面记得哦，我们不要只有看到屁股哦。哎，哎，这个看起来应该会描绘出今天的天气来哦。哎，有偶尔看到花妈的样子，是吗？不是。哎，哦，原来这个是什么呢？你也不知道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能够画出来就是好画，好吗？来，后面两位不能故作睡觉状哦。那不然我们就换前面哦，来，换前面的同学，玛丽，嘿，可以。现在大家都还蛮客气的，对不对？都不好意思用擦的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们会有最后一个擦手出来，哈、哦。好，如果你画的，你觉得画的蛮不错的，你也可以签个名哦，烙印一下。好，哎，后面，快，接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待会这个幕后花絮还可以干嘛吗？请问影片会不会快转？对啊，为什么一定要？我们如果画这个十分钟的话，你会不会看十分钟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走路一样啊。好、啊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录这个幕后花絮了吧？对，它创作的过程跟我们各位自己待会再做起来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再继续。给你。好，那你准备喽。对。哦，这个是棋子吗？对哦，好，还好我看得出来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小朋友做这个画，真的，小朋友有时候刚开始都跟大家一样就避暑哎，但是只要他那个夹子一开了之后哦，你叫他停，他不太想停的。所以其实只是大家太久没有画画了，就是好像说啊，就拍谁哦，脾气都蛮比较劲。我刚刚讲的，你如果觉得你画的不好，写字可以吧？对不对？写字不漂亮怎么办？写英文看不懂就好了嘛。英文不会写，有注音的可以吗？哎，接着，不要客气，快，赶快。哎，我们后面还有两位，不能故作聊天状吗？真的到了。一起画可以，没有人规定一定要一个人，对不对？
三个人一起也可以。对对对，你要注意一下，我们在拍照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公告一下那个范围在哪里哦，比较不会他画的很辛苦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有人开始用反差了。不能往里摇，哦 ，Enki，Enki， 嘿，上面维持三个，这样比较快。换你了，换你了。上上上，换换。今天今天，不要客气。虽然你会躲过这个镜头，很高兴哈，但是现在做画上去还是看得到的，不要忘记屁股哦。画什么都好啦，真的真的。我们画画有治疗效果，对不对？这样画，哎哎，但是你不要用到那个，我已经闻到味道了，已经有人开错瓶了。不要用到那个那一种的哦。来来来，请上，请上，请上。来，快，真的真的，哎，老师，来来来来，不要客气。记得哦，那个笔不要用错了哦。因为刚刚已经有一个，所以没有闻到一点味道了。简真老师，你不要故意在那里看。哎，其实好玩的哈，我们就是玩一玩。但是重点是说，其实说实摄影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，就是那个创作过程，等到你把它全部弄完，然后拍出来。变成动画的感觉，真的跟我们在现场看那种感觉会不大一样，稍微不大一样哦。好，来，哦，来来来，摄影手进来了，摄影手要顺便当插手吗？反插手，可以哈、哦。好，我们两个反插手好了啦，第一个也来了，因为他已经，对对对对，再来当反插手，等他们画完之后。但是要记得哦，擦的速度不要太快，因为拍的没有那么快。哦，拍的没有，哎，反插手不要走，你别做反插手，还有一个。全部擦掉了。对对对，但是等一下哦，等他照相机准备好才开始哦。记得慢慢擦哦，才会有感觉哦，好吗？可以啦。哎，对，不要一次擦太快，不然待会说实摄影没几张就擦完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什么，像那个日本以前不是有流，台湾有流行那个沙画有没有？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啊，哦，就是你可以就是做它整个摄影的创作过程拍下来，其实用什么？用那个缩时摄影也是很好的效果。要擦干净哦，要恢复原状啊。OK， 好，感谢大家哈、哦，你看这样自己有参与的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我都到这里了。